我知道是你神谕。滑下来，都有观众感觉到你是在镜头中有一点点微笑，这是没想到的。告诉我绑架你，让他出来！你这是犯罪，你知道吗，夏沫？你毁了我一辈子！这个情节就是让我们俩可以见面的。我爸在哪儿？你有本事你把他找出来。今天谢谢你。是吗？我一会儿就去跟领导汇报。不行。对呀，那你编谁编的这个？好了，过了，再来个吧，那就来一遍吧，那带着他的关系认识。来来来，来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